就是按照都市计划的规定，我们来办理招商嘛，哈。那原则上，我们的招商绝对不会去违背都市计划相关的一个规定。那在这原则下，我们会来这样来办理。那对这个案子的一个方式，我想就是说，有关承建人意见等等，我们就是市府会这边来纳入考量。听不到呢。你都没起麦克风，你别听。哎，听不到，听不到。没有按麦克风。各位委员还有各位与会代表啊，我想文化局这边哈，因为我们刚刚接到通知说，博德这边有拿我们文化局发了一个台北市政府的函哦，说台湾高等行政法院的诉讼判决，本府文化局已经依法提起上诉，判决尚未确定，是判决确定后再行停办函复。那这个案子哈，我们想说明一下，我们这个说我们尚未确定的这个判决哦，并不是讲合约终止的相关事项，我们讲的是树保计划这件事。因为树保计划，我们曾经有一个函哦，告诉博德说，本府不再受理树保计划，因为合约终止了，所以我们不再受理计划。那因为我们当时这个函是用局函去告诉博德说，本府不再受理。所以就造成这个台湾高等行政法院这个判决认为我们不再受理，这是一个处分，行政处分，不应该用局函，应该要用府函。所以这个判决讲的是只是这个局函跟府函，所以他这个判决说文化局用局函不对的。那所以我们现在在上诉，我们要告诉他说我们当时是用局函，可是事实上我们应该是要用府函，对。可是这跟合约终止这件事并没有任何关系的，要跟主席报告说博德不应该说文化局给他这个函就表示合约的判决还没确定这样，嘿，跟大家与会代表说明，嘿。那个博德的代表有没有说有吗？你看你听到了啦哈，那法律的就归法律哈，那个这一部分假如是不便引用的话，就免得造成困扰，好不好？好，谢谢。我想今天